fashiontimes.hk。翻到嚟逢星期五晚嘅百鬼夜吟啦，冇错，翻到嚟逢星期五晚嘅百鬼夜吟啦。今日咧系马会时间嘅，咁啊现场咧就有夏师傅啦、阿星啦同阿 wing 嘅，阿夏师傅翻咗嚟啦，唉，但系我哋台面咧就好似好多嘢咁，系咯，系，今次真系好多嘢，系咯，好多晒烂。等我未拎晒出嚟啊！张台唔够位摆，唔系位摆啊！等我多得滞啊！我拎咗一半到咋，系咯，但系已经摆满成个直线出嚟，好啦，劲，好啦，劲啦！咁啊，而家开紧仓啦，大家上嚟买嘢啦，听日星期六啦，星期六日大家，我哋开到礼拜二嘅，礼拜二嘅12点至到8点，我哋而家摆到成台都系，系啊，摆到成台都系，我哋观众因为啫喱好食啊，呢个啫喱定果冻啊，嗰啲叫都系差唔多嘢啦，系嘛，果啫喱啦。然之后仲有炮谷啦，炮谷啦，酒啦，苹果汁啦，苹果汁啦，苹果汁啦，然之后有户爷奶头啦，我食咗呢个奶头啊，今次呢扎都系观众送嘅，多谢两位观众。咁呢啲咧，除咗支酒之外咧，夏师傅全部都食得嘅，系都几有心嘅，对夏师傅几有心。夏师傅啜咗呢个奶头好唔好食啊？OK 啊，呢个紫米啊嘛，系啊，系啊，呢个奶头几好食嘅。咁啊，除咗呢扎之外咧，可以即食噶，嗰度正啊，即系就咁开出嚟就得。紫米已经拍咗啦，已经系我已经拍咗罐啦，因为咁就我哋开仓咗其他产品啦。咁啊，卡嘅茶当然继续有啦，好靓嘅，好似只，哇！佢今年嗰个礼盒靓啊，装超靓，阿卡嗰个靓啊，系啊，我应该会睇下点样搞啊。再看看怎样搞，咁就大家多多地上嚟买嘢啦，因为我哋都好多礼物嘅，要买圣诞礼物更加快啲上嚟买。嗯，系就系咁啦，开到礼拜二啫，咁啊 weekend 快啲上嚟啦。系啦，听日后日啦，抢住嚟买嘢啦。系啦，乜嘢奶？咩奶头啊？写住呢个太子唔识字。系咯，呢个写住咩？呢个爷户爷奶头啊。户爷奶头系啊，应该系咩？就系咁叫嘅咩？爷奶户头紫米粥，咁但系咁我中国人嚟噶嘛？吓，跟住咧，咪嗰啲左至右，右至左嗰啲咯。哦，爷户奶头紫米粥系啦，原来系咁嘅，原来系咁嘅，就系咁啦。第一上买啦，呢个奶头好食噶，呢个好食，好食，好食，系啦。咁啊，阿师傅翻咗嚟啦。系咯，我琴日睇咗八八。系。先讲下，因为都有啲嗱，唔系冇关系。刘青云真系好卵劲。如果想夏师傅讲八八详细讲咧，货金啊？有货金啊？货金啊？系啦，今日大家咩都唔好做住啦。货金俾夏师傅先啦。有跟开 Facebook 个听众知发生咩事，一阵都会讲嘅。系啊，真都会讲嘅。下一节，真系要支持夏师傅，要分两节讲。系啊，咁啊，今日成集都系听我讲呢啲嘢噶啦。其实，环绕住呢啲嘅嘢，系咯。咁我一个礼拜冇咩嘛。冇翻嚟啦，其实两个礼拜系咩？系节目冇做两个礼拜，冇做 live 两个礼拜，咩有做 live？ 冇喺现场，系咯，系啦，冇喺现场。有人问你食咗几多台妹？食咗几多台妹？食咗几个奶头啊？啱啱食一个。我拜站嘅时候，我抄咗法师嘅牌咯，算唔算台妹？抄法师嚟？系啊，佢应该台妹嚟嘅，佢系台妹嚟嘅，系啦，抄咗佢牌。因为他主持师太嚟嘅，后生嘅，系哇，啊咁佢主持住呢个法会，即系我系咯，嗱讲翻先件事就系我啱啱嗰个礼拜就去咗台湾啦，即系旧年亦都试过啦，就系去法鼓山嘅水陆法会啦，系咁其中去完之后就入咗医院啊嘛。
係啦，舊年就咁樣，今年就另外一單嘢，一模一樣。下一節講，下一節講。係啦，下一節講。嗱，總之呢個過程就係我又係拜參啦。嗯。咁因為但你拜參上個禮拜掛住睇裸跑嘅，太子話你呀，上個禮拜掛住睇裸跑，冇人過嚟睇 live 啊？係咩？因為打對台嘛。唔係，我嗰日拜曬㗎啦。我今日拜晒啦，系啦，拜晒，然之后连做埋做埋五大事嘅如期验口啊，嗯，吓，即系又系放验口啦、施食啦嗰啲嘢，咁十一点嗰时翻到去冲凉，然之后再就睇裸跑啦，听节目系咯，见呢度冇反应嘅，然之后原来Prime 开紧啊嘛，咁咪过去睇下咯。咁然之后屌佢都冇捻裸跑嘅，咁然之后咪翻嚟听咯。咁啊，太子话你唔封烟啊，睇下住睇裸跑，封烟唔到啊，我入翻咗宿舍啊，其实系咯。咁好，继续讲翻你拜参做咩啦？吓，今check room 嘅问题，下一节话俾你听，系咯，系咯，咁今次都系拜忏啦，都系拜梁王宝忏啦，咁梁王宝忏出名劲噶啦，上次都已经讲佢就系、是其实上年我就有预一路好强调有预感嘅，翻嚟有啲事发生嘅，今年咧。我其实一路都话冇咩嘢嘅，去之前啊，系啦，我都讲啊，今次冇乜嘢啊，但系我就心底里面有啲盘算嘅，其实，嗯，即系亦都同其实我在座都有啲讲过一下啲嘢噶啦，咁想即系系啦，即系关于清咁自己一啲业障啦，系啦，即系咁样啦，咁一路都冇強調話有啲咩感覺啊嘅嘢，咁其實過程都論論盡盡嘅，咁翻嚟嘅時候要加撚咗錢嘅，搭機票。嗯，喂，你冇講過喎。係啊，翻嚟嗰時搭原來我撳撚咗咩輕盈啦、輕盈飛啊嗰啲，而家原來分撚咗呢啲，你淨係孭個背囊，我有一攪嘢嗰度要加撚咗錢，貴撚過原本個機票，屌佢老尾！系，嗰啲小事啊，小事啊，嗰啲小事啦，都唔少啊，因为都嗰条数都系要后屘加落去嘅，系啦，即系我仲要走，系啦，咁喺拜忏嗰度就系咁啦，咁又系大坛啦，叫做就系拜梁王宝忏啦，所以咧见到呢个法师啦，就觉得啊佢每一讲啲嘢都几好喎，咁然之后咧。就抄咗佢牌啦，諗住咧就翻到嚟以後做啲收。其實因為我不嬲每日啲每個星期啦，做啲共修啊甚至乎總之各樣嘅修行嘅嘢啦，我都做回向啊，咁就回向翻俾身邊嘅朋友啊，然之後某啲特別指定的人，其實我有幾個法師我都回向給他們的，樣即是做些祝福啦，在自己修行往後這樣。那跟抄牌沒關，為什麼要抄牌？因為不知道他什麼名字嘛，那我就專門走去問他，法師你叫什麼名字？因為聽來聽去都聽不到，因為他們講國語的嘛，產衰法師究竟是什麼產衰呢？長衰拗曬頭咁樣，係咯，咁然之後，驚佢會同你講唔使咁執著我嘅法號嘅。唔係，其實佢有介紹啊，就係有介紹啊。咁我想揾翻啊嘛，咁有陣時見到佢掛住個牌，又睇到嗰個字太遠啦，有一個距離又見唔知。咁有一次終於完曬之後啦，成個法會完曬之後。我專登走去佢面前同佢講：法師，你嘅上下係點啊？即係講普通話啦咁樣。然之後佢俾翻個牌我睇咯咁樣。然之後我表明個意思，我點解要知道佢個名咧？咁樣。嗯。嚇。所以就抄咗台妹牌啦。係啊係啊。OK。抄咗台妹牌。呢個就係抄牌啦咁樣。係啦。咁另外咧就係
在这段时间，因为每一日呢拜忏，今次呢我比因为我上一次我咪话呢，因为睡觉嗰啲时间我冇咁足嘅，即係上次我就冇做早课，然之后淨係拜忏同埋做埋嗰啲如期验口啊，或者听开示啊嗰啲，去到十点十一点咁样就瞓，第二朝六点钟就去食早斋咁样，然之后先至准备去咩噶嘛。咁我今次呢，因为年初试过去菩萨戒呢，其实指定咗四点一定要起身噶嘛。咁我今次亦都既然係咁落力啲。就跟足晒，系啦，跟足晒嗰个作息表，就四点半我就起身，洗个面就入去做早课啦，就早课，然之后跟住早课完，然之后就系早斋啦，跟住就分别四支香嘅拜忏啦。嗰四支香你就简单讲有八点几钟到九点钟一转。然之后十点到十一点又一转，然之后中间又食一食五斋，然之后食完五斋翻嚟又再拜一转，然之后中间有个碑再拜一转，就拜到四点钟再食埋晚饭啦，咁就跟住就系嗰五个钟嘅如期验口啦。系要做咩咧？但系呢五个钟？呢五個鐘都係一個法會嚟嘅，就係做施食嘅。嗰個長平時我話做晚課咧，嗰個係短版咧，廿零分鐘嘅啫。呢個咧就係要揾觀音開路嘅。嗰個長版咧，所以係成個法會係五個鐘頭但係咧主要係由法師做嘅，即係望住佢嘅啫。可以咁講啦，有時要和唱下咯。咁其實和唱嘅時間都好少，好多啲咒嘅，同埋嗰度係密法嚟嘅，其實即係漢傳嘅密法嗰部分嚟嘅，所以有好多咒語啦，有手印啦，嗰啲全部應該係要做咗灌頂之類嘅儀式先至可以用得到嘅。即係你唔識嘅。係啦，係啦，但係有啲位都會跟住咧，就好似唱歌咁嘅。拉到好长啊，震晒音啊，嗰啲咁，好夸张。但你冇瞓着嘅，有瞓得好辛苦，因为五个钟头头几个钟头，所以啲法师真系好犀利，佢哋要做足晒。而我哋坐喺下面嘅时候，一路听一路听，其实好多机会系咁瞓咯。唔系你冇谂清楚，因为佢要做足，所以个口合不停讲嘢，咁咪唔瞓咯。你望住佢听，咁你放松佢人，咁你咪你瞓咯。系啊，咪所以我旧年其实系有瞓咗嘛，我旧年有瞓咗，佢觉得好惭愧嘛。但系今年几次嘅当地嘅法师开始都话瞓咗即管瞓啦。系。但是你都是留到尾，真的很鼓励你继续留到尾，即是在现场那里参与的活动，因为他知道这个过程其实大家都会有些障碍，即其实是阻止你在这里的因为请很多鬼过来嘛，因为在个过程就会某些时间你讲的时候就是讲自己的名字，然之后要请诚意招请自己历劫的冤亲债主啊，历劫嘅祖先。我记得你上年好似类似有讲过。系啊，嚟坛场一齐。系啦、啊。我明啦，特别好瞓嘅咁样。系啊，我上次我有跟老师去练莲花经，好似系。吓、啊！哇，我你都瞓到咧，瞓到佢不省人事啊！佢一小息我就起身啦。啊因为如果唔系就瞓死瞓埋。总之佢话一休息咧，我就好醒嘅。一念经，一念经又再瞓，就即刻瞓啊！系啊，我瞓得好舒服。系啊，所以即系佢哋嚟晒，咁啊，所以就即系好多朋友走嚟听经就，啊、所以就搞定，搞到瞓得好足。诶、哎，有人问你呢个问题、哦，点解去台湾水陆法会？因为我香港嗰啲咧，一来冇包食包住啦。哦，你要包食包住。系啊，
其實我去到基本上三餐同埋住都包曬，同埋你唔使煩住第二日自己去搭車嗰啲噶啦嘛。因為個壇場就喺住宿嗰度附近嘅，其實佢安排到嗰度，因為水陸法會仲有好多個壇，咁佢都安排到我今日即係我今次係大壇啦，咁然之後喺附近嘅宿舍就有得住，行過去五分鐘唔使。就是这样，香港不会有这些啦。是的，所以你每一天都要去，因为还有不会短。比如我拜梁王宝忏那些真的拜六日，其实主即是计埋，因为我整个法会八日七夜嘛，但是头尾那些日子不是拜忏的嘛，是请佛菩萨啊，请十方众生来先，然后 last 啲又有送翻走的嘛。即係叫送聖儀式，所以中間嗰六日係拜忏嘅。其實香港都有嘅，智聯政院有拜有搞水陸法會，佢係十二月而家係搞緊嘅。佢因為個場地冇咁多咧，佢係頭一個禮拜好似係妙法蓮花經，第二個禮拜就係第二個咁，然之後有一個禮拜亦都係梁王寶忏嚟嘅。咁你亦都係要自己親自去咯，每一日去。系啦，要夜晚你就要翻屋企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嗰样嘢亦都变咗嗰、那个，我觉得个配套好好啦。咁样亦都好殊胜啦，即系去到一个即系成个位同一时间做紧十一场法事嘅。即系其实同埋台湾好似去 camp 咁样啊，入 camp 啊，直头系系啊，直头入 camp 啦。其实嗰几日直头今因為佢有好多壇場，我而家嗰個就話拜梁王寶忏啫。有啲有今年有開一個叫開翻一啲舊年冇嘅，舊年因為有幾個壇冇開到，今年有翻淨土壇啦，就係念佛嚟嘅。即係我平時念佛共修就一次就去兩個鐘嘅啫。佢如果今次咧嗰個念佛共修係念佛共修七日嘅，即係其實係佛七叫做佛七。如佢亦都有開翻禪壇。咁禅坛咧就會又係啦，我平時有參加一日禅一啊嗰啲咧，就係朝頭早又係有個早齋啦，然之後第一開始有個動禅啦，然之後有個行禅啦，然之後有個即係午齋食嘢嘅時候亦都係禅啦，總之成日都係關禅啊嘅嘢事嘅。咁嗰啲叫做禅一，咁佢今次有個壇場開咗，係禅壇嚟嘅。咁基本上佢頭尾咁樣計咧，就係禅七啦。咁其他嗰啲各個壇就有拜我之前又亦都有拜即係盂蘭節嘅時候拜個地藏忏啦，佢亦都有一個地藏壇啦。有一個觀音嘅就係大悲咒嘅，即係變咗連續七日做大悲忏咯。即係你俾你自己揀嘅，其實都係。係啊係啊，咁我就揀咗大壇，就係拜呢個梁王寶忏咯，就係拜足七日。係啦，咁就十卷嘅，咁就係咁樣啦。咁呢個過程之中十卷啦，有就係先做啲了，即係嗰個經卷咧，就係先了解你哋。啲人做過啲咩業啊？啲作業係啲咩？因為呢個梁王寶忏就其實當年達摩尼中土嘅時候見嗰、那個梁武帝就係呢個梁武帝啦，即係問佢我做咗咁多功寺廟啊，整咗咁多呢樣嗰樣嗰啲，我有何功德啊？然之後阿達摩話你冇功德啊嘛，嗰、那個梁武帝，咁、那個梁武帝其實整咗好，其實主張咗佛教食素啦，有啲人就話佢即係帶咗佛教走偏咗啦咁講，其實佢係好虔誠嘅又咁講，佢虔誠到點咧？呢、這個梁王寶忏就係佢一個夫人過咗身之後，佢一次發夢見到佢呢個夫人翻嚟，佢變咗蟒蛇，就報夢俾佢，然之後咧，佢就揾呢個智者禪師，即係當時有一個就係曾經達摩尼嘅時候話俾佢聽，然之後佢
驅逐咗達摩走嘛，然之後再同另一個佢近身嘅法師同佢傾偈嘅時候，嗰、那個法師話嗰、那個高人嚟嘅，咁然之後想請佢翻嚟已經請唔到啦。咁呢個法師就同佢一齊夾埋佢哋啲好多嘅僧侶咧，就喺呢個過程嗰度咧就夢感彌勒菩薩。就制定了这个叫梁王宝忏，它又叫慈悲道场忏法的。咁因为是因为梁王的制定的，所以叫做梁王宝忏，后来就是这样的。咁佢成个过程就是一路讲啊，前身作咗啲咩业会变成啲乜嘢啊，讲好多呢啲古仔啊，亦都有譬如讲阎罗王啦，阎罗王其实曾经生前啊，佢系有十个大臣，佢有个国家俾啲仇人害到冇咗嘛，咁然之后佢就发愿将呢啲咁嘅坏人去处置。咁佢虽然有福德，佢其实系天界嘅众生，但系佢因为亲贵心嘅原因，佢每一日都好似要落地狱嗰啲众生咁，要羊头灌口噶嘛，其实十八阎王都系，所以佢喺阎王，佢立咗个愿就系喺地府嗰度处罚啲坏人。OK， 系啦，亦都系关立愿事啦，即系。咁過程中就有講法願嗰啲嘢啦，咁跟住就你都發個願啦。係啊，我每日都有啲法願咧，就話希望自己啲工作啦可以幫到人，兼且幫到自己之餘幫到人啦。最主要即係透過靈氣啊，呢啲可以幫到眾生嘅方法啊，或者自己平時嘅修行可以幫多啲眾生啊。咁同時間又去到有解冤釋結嘅時候咧，我又發咗一個願啦，發咗一個願就係我。過去無量世爭的人呢，即是我爭他，不是，如果爭我的話呢，可以不追了，即是你不追人了，好像很厲害那樣，唉，我不追你了，唉，是的，你說到自己很厲害那樣，是的，說到很厲害，然後接下來那個就認了，就是如果我爭你的話，就來拿我債啦，系随便嚟攞啦，随便攞系嘛，随便系咯，随真系好随便，即系管嚟攞啦，唔好等下世，因为我想今世就 clear 咗佢啊嘛，吓、即系今生嚟到，其实人生嘅目的就系呢一生嚟到解冤释结，下世冇再同其他嘅众生有冤有仇，就唔需要再冤冤相报何事了，即系修行。唯一的目的就是你首先將跟其他的眾生的冤仇畫個句號咯，你想著這樣的，是的，就是在這個拜忏也是主要的目的，也是這樣，因為你上年做了一次，今年繼續是做這個，是的，上年呢，是的，上年呢我拜完之後呢，大家都知道我是留在台湾多一晚，临回来的时候那一朝就屙血入了医院。 是不是留多晚啊，当时是啊，当时是留多晚的，就是你医院就不止留多一晚，是啊，在医院就留多了三晚，是就在台湾都留多了三晚，就是啊，是啊，那即是又要买过张机票，是的，是的，今年都要买过张机票，是的，是的机会一模一样，系咯。咁究竟发生咩事呢？下一节翻嚟再讲。好，下一节再讲。佢讲完法会啦，终于都。